大家同學嚟嚟今日嘅聚會。今日咧真係點樣講咧？大家即經常聽見話我回向功德嘅，回向功德就話你將你做過的事咧，你做過的事咧，我哋有正面有負面噶嘛。如果純粹你日日起身諗嘅嘢或者做嘅事都係正面嘅話咧，咁你好早做咗神仙噶啦。因為凡夫咧個心比較粗糙，同埋有多少好多係。以身俱來啊！第一個因就我哋一落嚟做動物或者做人，嗰個就貪念喺度。我哋唔係個世界有吸引力，貪你唔會嚟噶嘛。你嚟咧有種力咧係吸引你，咁嗰種乜嘢力量吸引你呢？就同你本身嘅動機咧有相應啊。譬如舉個例啊，舉例，舉例咧唔係講一件事嘅背後嘅，係話你可以啟發你要諗其他問題。你一個人今世我驕傲，驕傲到咧超乎咗常人嘅傲氣，但佢有個因緣咧，佢死後咧佢冇福氣，佢又冇收福氣，咁佢冇收福氣咧喺今世做人咧，佢嗰個力咧就一度係會弱噶啦，弱咗咧就去咗另外一個channel出世。因為佢驕傲嗰個氣嗰個意識咧好重啊，所以佢呢種個好高啊、高傲咁啊個人，咁佢就會根據宇宙一啲動物咧係有呢個高傲嘅心態嗰種動物咧，就會吸引咗佢咧投胎。所以高傲嘅人一落速度咧，第一站咧就多數會飛禽嘅。高啊嘛，好高嘅，佢高飛。不過有啲咧，佢嘅本性譬如今世見呢個人，佢好陰沉，咁佢陰沉得嚟有啲係毒嘅喎，有啲陰沉得嚟咧就會傷害人嘅喎。咁變咗啲咁陰沉嘅人。到佢嗰個生命之流嘅走勢一樣，一路跌落咧，佢落速度，一落速度咧，最大比較深層嗰度有層次唔同啦，因為層啊，個人嘅本性嘅層次，變咗喺個宇宙度層次嘅動物咧，對佢就有相應嘅，即係啱佢個channel，咁啊嘭一聲咧。就做咗海底嘅毒物，明唔明啊？即係等於我哋嗰啲手機啊、WhatsApp 啊嗰啲，大家都睇到，你撳乜嘢撳乜嘢，即係嚟緊嗰個，你蝕咗你，因為每個人投胎咧，啲毒物你都根據個本性嗰個陣緣咧，而家可以解釋啦，因為離觀世界嘅量子意識流嘅震源嚟去吸佢入去，俾佢個人咧層次變咗海底嘅生命咧，就同佢個震源咧就啱啦。咁啊，海底嘅生命有一對夫婦，雌雄嘅動物懷孕期到，咁佢咧就見到有點光嘅，即係嗰一對動物做愛嗰陣時咧，佢見到光嘅，佢嗤一聲。可以惡色掟去美國，咁快就入胎啦。咁咧做咗層次嘅動物，所以個世界咧每一種生命
每一種動物咧都有佢前世，都有前身，只不過我哋用我哋一個咁有限度嘅視覺咧，係睇唔到，你睇到個層面，你睇唔到佢嗰、那個就算我哋人嘅精子卵子入胎嗰陣時，你都睇唔到佢嘅外圍嘅人喺邊度。佢有呢套儀器出現，俄羅斯有咧就去到。俄羅斯那套是已經去到照到我們的靈魂走出來的，俄羅斯發明了即是研究了出來 是有的在市場的，但因為貴我沒有買回來，一照到沒有用，我左右不到靈魂去哪裡，所以沒有買回來，他們有了已經。話我有嘅咧，就係我隻手一擺落去，佢就可以影到我哋後邊嗰七個脈輪咧有冇偏差嘅，照到嘅，即係我哋後邊嗰七個脈輪有冇偏差咧，可以照到。呢個儀器咧，我哋有，我哋有。咁突然間，原來咧，我哋係咁呢種咁嘅力咧。升降喎，大家記住喎，個輪迴咧，個生命嘅 recycle 咧，唔係話騰騰轉喎，好多人喺度咧睇到有個輪子咧，就嚟啦，排到名牛子咁樣去投胎又出，唔係喎。但你睇圖案咧，睇啲演繹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個輪盤咁樣噶嘛。啊，你成日做乜？你成日騰騰轉？唔係噶，唔係騰騰轉噶，喺個宇宙輪迴，係升降嘅啫。咁、那個升降咧，又唔係上下嘅喎，又唔係左右嘅喎，即係一個變化嘅。佢係根據你嘅重力輕重，譬如話你攞水底，你浮到幾多尺，又見到乜嘢水底嘅生命啦。落深啲又有啲咩生命咧？有啲海底生命上唔到嚟噶嘛，係升降嘅。好啦，你嗰、那個生命嘅 energy 好弱啦，咁咪跌咯，咪跌落咯，跌落咯。喺陸地咧，最傷嘅生命咧係螞蟻嘅，做螞蟻真係大件事㗎。佢好難慢慢慢慢再升翻級咧，變翻高級嘅動物，一路再變翻做人。我相信超過一億年都唔得，螞蟻都幾大件事啦。豬就快變人喎，所以好多喺醫學上咧都用啲豬嚟同人體好相近，一路會變一路變。但是升降啊，嗰種力咧係升降，唔係騰騰轉啊！我哋而家我哋受一種咁嘅，而家科學知道少少，而唔係知道全面嘅力量去影響咧。咁呢種力量咧就係由咩左右咧？就係、是、我哋自己嘅行為左右。咁你嘅行為？因為你沒有一個能力呢，是知道你做一個行為的事呢，它的當然動機很重要，有時動機壞呢它都變成好事的，那變成那個行為的發展而形成那個因果呢，是屬於大憲章的問題的宇宙，即係等於喺耶穌教嘅上帝，所以你信耶穌教咧啊，上帝有主意嘅咁，就係咁解。即係佢唔係你普通人可以諗到嘅，因為佢睇好遠嘅數啊嘛。你今日做嘅動作係壞嘅，
但如果你唔做咗件好事，因為你做到嘅動作，你係好事嘅。啊，原來發展係個好喎，但你凡夫唔知嘅嘛，你冇涉及三世嘅因果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啊嘛。我一判斷咗個宇宙個法則咧，非常準確，非常準確。咁佢嗰個，我盡量講下，因為都比較深，我希望盡量用現代嘅科學咧去解釋，好古老嘅學問同埋存在嘅學問。喺我哋《花言經》咧有講，喺個無盡嘅世界，而家喺我哋人個咧個喺一個無盡嘅世界，重重無盡嘅。你揾塊鏡一照呢啲水晶燈就係啦，嗱你睇翻後面阿波咧，好多水晶燈係反射噶，係嘛？呢度一扎啦，後面嗰個鏡屏後面有一扎啦，佢可以咁樣延伸開去咧，即係話我哋係一個玻璃琉璃世界嘅而家身邊，所以你嘅行為動作咧一喐咧，佢就會有一個烙印留喺度，唔係你控制嘅。總之，等於你行埋塊鏡度，你點樣做動作咧，佢就起相應噶啦。唔係你控制噶嘛，佢係佢嘅憑你嘅動作演示翻俾睇嘛塊鏡。等於你開個錄音機，又唔係你控制喎，你開咗之後，你講咩咪錄曬咯。錄完之後咧，咁佢點樣個大數據計數？判斷你講嘅嘢好唔好咧，咁啊另外一件事嘅喎，即係喺個大宇宙宇宙佢有個質存喺度。總之你做完之後，佢個落呢個質存咧冇善惡嘅喎，大家唔好搞錯喎，完全冇善惡過，係中性嘅喎。那個大宇宙宇宙，佢冇話阿 A 或者 B 做呢個動作咧，就係阿 A 做嘅唔同阿 B 做唔同，唔係嘅喎。總之佢嘅反射咧，就係總之佢做一個動作，佢有差唔多好多程式喺度噶啦，碰嚟碰嚟碰去，碰嚟碰去，即係呢個台波咁。所以由台波有歷史到而家，據我所記憶，又有一盤台波咧係相同嘅，喺世界上，明啊？無論你而家玩緊或者職業比賽緊嘅台波啊，每一局咧冇一個局係試過係相同嘅，因為機制太多啦。你哋聽過話台波有相同一個局擺喺個個位置冇啊？都要幾多十億至一都個係都做唔到啊！你明唔明先啊？大家諗下世界好神奇，即係咧而家我哋會做咗行為，大家都唔同嘅，乜反射又唔同，即係等你台波咁啊，撞嚟撞去，邊嚟邊去，咁所以宇宙咧就係等於喺個台波個台嗰度咁神奇，佢冇是非黑白嘅，咁你個波撞落個鋪神，撞翻嗰邊嘅人，你個下彈翻轉頭就，你明唔明啊？唔係你計嗰個回程，計到你去停到邊度咧，嗰個水咧又停嗰度啦。啱啱停咗袋口咁，你開心咯嚇，都唔使打佢跌落去啦，咁啊。係咁樣運作嘅，打幾隻就話我哋身邊係一個流離嘅世界嚟嘅，但你係摸唔到，因為佢睇佢嗰個係喺一個好微塵嘅世界，你以為冇嘢。如果佢冇嘢咧，你嘅 WhatsApp 如果一近咧，就去到俄羅斯噶嘛。其實佢係通嘅，只不過你肉眼睇唔到佢嗰個變化。所以去到呢個層次咧，喺我哋嘅喺耶穌教或者回教，所有印度教、道教、佛教嘅經典咧，都話呢個宇宙咧係不可思議嘅。因為不可思議咧，就只能當作係神話啦。
一離開咗人類嘅境界咧，你就去信神話。因為神話咧喺以前咧就難解釋，難解釋，因為個科技去唔到嗰個領域。所以我哋大家年輕嗰時睇嗰啲電影啦，十兄弟都有啲睇一個啦，有順風耳啦，有千里眼啦，咪而家咪用緊咯，係嘛？你朋友喺加拿大咁同你通電話聽到嘛？有可能個 webcam 咪大家睇到添，係咪千里眼啊？嗰啲叫做保安嘅閉路電視，你喺度坐度睇到屋企呢個情況嘛，啱嘛？係最早嘅。而家咧就知道咧，以前好多神話咧講嘅嘢咧係有存在。但既然咁喺咁古老以前都有呢種神話，佢嗰個遺傳基因先至寫得到出嚟嘅喎。因為佢唔會諗到佢咁樣千里眼順風耳噶嘛，所以咧就到最近代科學家咧研究咧就話，我哋個人類咧係有歷史嘅重複啊。由佢揾到口螺絲係100萬年以前嘅螺絲，咁嗰種螺絲咧係最現代科技上用嘅螺絲嚟嘅。即係而家原來人類嘅文明咧，有人係再嚟嘅，即係以前嘅有。後呢個宇宙大爆炸毀滅曬，但個遺傳基因咧喺度，或者有啲遺物喺度。嗰螺絲咧係而家嘅科技先至做到用嗰口螺絲，但係根據佢哋嘅發現咧，係超過100萬年啊嗰口螺絲。咁你諗下點樣當年嘅人類嘅文明識做呢種螺絲係冇可能。好啦，既然咁，我哋常識下係喺古代嘅經典睇翻嘅，咁我只能夠唔挑戰佢啦。即係話，如果你做一件好事，既然間呢個宇宙結構係咁嘅，咁咧你就將你正面嘅力量咧，喺正面嘅行為咧。就俾其他嘅生命分享，因為你有呢個咁嘅心靈嘅做呢個動作咧，咁你我哋俾個全個世界嘅生命包嚟自己嘛，就有一個善意嘅信號出咗去，咁你咧會自然咧有一個善意嘅信號咧就反射翻俾你，所以我哋今日嘅聚會咧。就是正式做我哋將我哋今年農曆年呢個幾何年，我用農曆計啊，所做過嘅好事咧，係俾所有世界嘅生命，唔單止係人類，係分享大家做過嘅好事。因為基於我哋知道個宇宙結構咁咧，今日大家嚟。在今年的幾何年，我們將第零至新的一年那就做一個無量功德，希望帶來大家好運。因為即不是說得罪大家同學，沒有這個意思的。因為一般我的觀察呢，我的學生包括很多網友呢，都是停留在個世間咧，係品食好啲嘅層次。好多有心無力啊！你明唔明？想話屋企過好啲，或者想話多啲時間、多啲資源咧，做多啲社會工作咧，唔夠力。咁唔夠力，點解攞啲力翻嚟咧？你又唔識啊嘛？咁你唔翻，你識得我又撞到有緣分，我就享受緊呢種力嘅人嚟噶嘛。即係呢個係可以唔係巴口講啊，我享受到宇宙呢種嘅大憲章嘅特權。
一個資料的程式，不用求的，我只要這樣做呢，那個效果就是這樣，你不求都有的嘛，你明白嗎？所以不用求的，你照個程式照做，它就是這樣，你想不要都不行。咁呢個唔要唔得咧，喺個好低層次嘅，我哋都係啊。我冇你有能力抗衡唔要唔得嗰度。咁我哋追求乜嘢咧？就話你嚟到，我可以唔要嘅，但係我走唔喐啊嘛。你哋誒喺國家邊度地方做好事咧，自然有報道你噶嘛，唔係你控制啊嘛，個客係咪啊？完全被你控制了，人家報道的，你做壞事又有人報道，又不是你控制的嘛，你想不要都不行。好了，如果我們這個層次的人呢，再那我究竟追求什麼呢？我就真的追求不由難過不留職了，不要得的離開了這個青龍，你揾我唔到，所以嗰時佛祖咧就話：你做好多大好事、好多善事，你嗰啲好事咧就係、是、你輪迴嘅因嚟嘅，都要扯你翻去收數啊！唔係叫你盲仔，係扯你翻去收嘅兄弟，有錢收啊！你嚟收翻走啦，咁都扯，咁都會扯，咁都走唔喐啊！你明唔明先？不是說做壞事有個報應緊啦，做好事好報都唔掂，喺我哋嘅層次講啊，走唔喐啊，要收埋呢條數啊，咁啊，再翻嚟收數，一收數咧，哇，咁多酒色財氣，一下唔覺意咁啊跌翻落去，又有排夾，你明白唔？又污染翻啊嘛，俗世。所以難就收係唔容易啊！你諗下大家回歸後好多人去埋堆啦，好多人去爭寵啦，呢、這個係好人性啦，要啊揾嘢撈啦，跟紅頂白啦，咁大家就睇到好多人佢唔埋堆，唔要家產人亡嘅。埋堆仔搞個區議員咁啊，有錢過手坐埋監喺度，民建聯都有啦，啱啱你明唔明啊？佢埋堆啲擦鞋搞嚟搞去，整單工程又收幾千蚊噶嘛，佢哋收多啲啦，但好多咁嘅例子，就個社會咧係令你跌落個陷阱嘅，所以大家喺世俗咧要小心。呢、这個講功夫嘅，講你嘅福氣，咪大家做多啲功課咯。譬如話，所有同學都有練到個心經嘅，包含多啲記啊。五問皆空嘅，揸嚟做咩？即係話唔係認真，即係咧有懷疑、有險象，或者有咩過唔到關嗰下咧，就唔揸。我再都無阻就合法嘅，唔使爭你都要攞噶嘛，你都你唔可以話唔執噶嘛，合法嘅，你要爭嘅，即係人哋競爭嘛。但話你稍微你有多少喺個道德上唔好啊，或者有啲法律嘅唔清晰咧，就要避噶啦，或者我搞清楚啲法律先要做。因為你睡得安樂嘛，你不做那鋪不會死的嘛，你就沒有嘛，你就是我不做這鋪呢我就餓死的了，我沒辦法了，你不做沒事的，想不清想不通的嘛，所以要慢一點的，如果正式做人不是你夠快就撞車咯，同埋最慘係人哋撞你啊嘛，大家就會爭啊嘛。
對方唔留手啊，撞你嘛，所以擺喺度小心。每一個台牌一個代表出嚟。